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。走过的路，有微笑，有泪水，就成为主恩典的记忆。我献上我的赞美，献上我的敬拜。耶稣，我们献上，献上。主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路径都低下只有。走过的路，有微笑，有泪水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我们的见证，一个人有三分钟的时间，两分半钟的时候是一次灵，三分钟的时候会两声灵。还没有讲完的，就把荣耀归给神。我真的感谢我的太太、师母，还有每位同工、每位弟兄姐妹。过去一年当中，各位都很辛苦，我真的谢谢各位的扶持。很多年我们都期待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。那借着媒体事工这一两年时间，我觉得主正做很奇妙的工作，特别是师母嘛。因为今天下午新竹西安堂的江淑英牧师用 LINE 说，他现在才最近才发现很多人都在听他的信息啊。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同工所呈现，求主借着我们的服事，借着师母的服事，可以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凯君的妈妈，我叫佩玲。凯君他就是今年9月2号发生车祸，护士在做急救的时候，我很感谢神，就是神当时有抽离我那个恐惧跟害怕，我心里面非常有平安，那个平安大到让我都觉得，我怎么会是这种反应？凯君，之后在加护病房2个礼拜的时间，我知道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很齐心的，为凯君的苏醒来祷告，我非常感谢。我出车祸的时候是发生在大专营会的前一天，服事预备的太晚，然后有人骑车。因为想说是晚上，所以骑车骑得算蛮快的，然后就出车祸。感谢神让我在加护病房的时候都没有意识，就是不会记得那个痛苦的样子。谢谢大家都一直为我带祷。是，我要分享我姐姐的孙子张良熙哈。他是从小就被鉴定出他是一个重度过动的一个臭小子，只要有他的地方一定会天翻地覆。后来我去年就把他带到教会，刚进来的时候都被一些男生追着打，后来呢慢慢的就变被一些女生追着跑。其实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蛮可爱的，他蛮喜欢来教会的，他也很爱耶稣，他常常会跟他祷告，他祷告主耶稣说，让他的功课能够进步。结果他的功课呢，上学期一年级上学期国语18分，后来呢下学期呢祷告了以后呢就变成93分，哇，他好高兴。
是我们相信主新的一年你要继续更多赐福给你的教会，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们。主啊，你大的恩典，充充满满的恩典在每一个你所爱的人身上。主，我们荣耀都归给你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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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次拍手吧，请大家掌声荣耀来归给我们的神。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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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,